Yeah! Oh, let's go! Go. 队长，你怎么你的感受是？今天就是大家好像都挺开心的，尤其是这个加尔哥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他就上来就绕场子。啊，对。来，白冰。我有看节目，我看。本场为积分。哦。步步 first。哇。千万别啊！他的对手是加尔队的 Alex。怎么我们两组都对你们了？来，我们哎，有兴趣收拾行李。少林功夫好耶。一博队长一句话 Don't say so much。 完蛋，一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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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蛋。我看的时候也会有就是被打动到，一个纸飞机引来更多架飞机，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好。对，无名哥这组呢，整体表现还是挺好的，可能有的时候道具上有的时候有点不理想。对，那个翻页就是那个叶子掉下来了。出呀出呀，我的交锋枪。我的，这个一博也是个细节控哈，那个纸翻下来了，觉得也不大好。好难受啊，怕不怕？哇，这个留白留的好多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就让我会一直在想，真的好像有点像艺术逃脱啊。这个留白留的好多，你让我还在想，好恐怖这个留白。波波子，别慌。然后小阿哥说留白留很多，这个白留的让我会想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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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然后整体的感觉是比较让我觉得很恐怖的啊！哇，另外一组真的绝了，真的从想法。这个头上的这个东西啊，可以当做甩下来之后可以当那种雾气的感觉，然后再加上他们身体上的那种颜色，就是而且两位表现的真的很像那个人物的形象，而且主要配合那个音乐吧，就是更加震撼了。就是我现在看完就很难受，就是像加尔哥说的那种，是拿针刺，一直刺你，对，扎你那种感觉，就是一把刀，但是很慢很慢的捅进去，对，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特别血腥这个画面啊，然后那个血一滴一滴的。哎，好了，这是什么主题啊？哎，这个核心武器，这个厉害吗？还行，一般般。我是你个鬼。
建逢老师呢编舞真的是我太喜欢了，就是每一次都能编得特别满，尤其是音乐的运用就会让你听着这个音乐就会想一起躁动起来。而且很厉害的点就是你们把每个人编排都特别的满，甚至根本不需要用上道具，我觉得这点特别的厉害。还有那个主题音乐的想法，后面大家一直在关注后面那个时间点，就会让大家更加觉得啊，你下一秒真的到底会发生什么，很期待你的下一秒到底会做一些什么东西去出来，对，就很棒。对面四个人，但是我能感受到很大的气势，然后首先气势很好，然后想法也很好。然后我们组的话，我是觉得没有发挥好啊。整体大家的状态包括在演绎上我都没有觉得发挥得很好，嗯，因为我作品我看过，但是今天看现场再一次表演的话，就是感觉还是再差口气儿。首先他们比我认为比彩排的时候差了很多，在台上的那个状态不是最满分的，有紧张。另外就是我可能对他们要求比较高，因为他们都是一些 battle 型的选手，但是呢我看到其他的队员们都在成长，包括是一些 battle 型的选手，比如说肖志斌，比如说小潮 AK 东，尤其是 AK 东，我觉得他的成长很大，就是作为一个 battle 型选手，他会知道在排起舞的时候要放最大力的去跳，然后他知道在起舞上要有表情。那我的队员也都是 battle 型选手，为什么他们能做到我们不可以呢？这一点会让我觉得需要对他们更加的严格，对他们要求严苛，也是希望他们能够走得更远。我觉得所有人都会更加紧张和更加看重，因为大家现在都是只有两个人。我们的队员进行商量，咋办？大家都拼了命的抢的，这一轮大家觉得都拼了命抢的，就是因为现在大家都势均力敌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是两个人机会。我们虽然 battle 很强，但是就是一定要往死里拼，往死里搞，就必须赢的那种，是必须赢啊！干掉他们！我先拉筋先，演一下。我先热身先，迷惑他们呢。他们肯定现在在看我们。我刚看到了，他们好像是杨凯跟公孙无名会上，就是要迷惑他们，你知道吗？操动一下。我们用了一个战术，就是我们故意当着全场人去做了一个热身。Bring it back, bring it back. Yeah. 这里要提醒一下王一博队长，你的化人权利这将是最后一轮，如果不使用的话，即为放弃使用这一次的权利。第一轮太吃亏了，不过该 breaking 音乐了。我们真的扛不住了，我们是不是一个 B-boy 出来炸一下场，这样是不是可以挽回一下？因为你看啊 ，Clash 先出的那场，他后面都弱了，但是有一场是炸的，是能保证你一轮是能够拿分的。好像无名哥，然后大庭、凯哥这样好像更好。队长，我就直接一点，不就是果断一点，我也不想拖着大家难受，然后很感谢你们能够陪我走到这里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要淘汰的人员是第一位。弘扬，弘扬，第二位，小吉。
小鸡。啊啊啊！为什么？第三位，店门。店门。还有最后一位，涛涛。杨文涛。谢谢，对不起。反正加油呗，也没什么要说的。但是，其实我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，我一会儿给你。这一季其实我是把自己……这个很重要吗？用力转，用力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要进行抽签的队长是……哇哦！王一博，呀！啊！好，运气，运气，运气，传递一下运气。不是一博，你想抽什么舞种啊？我想抽民族或者是现代，来吧。这个对，来布布打开看。Open it, open. Slowly. 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古典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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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，可以，古典舞。布布看完之后大声念出来啊！你哦啊，古典舞怎么说啊？英文就是古典舞，古典舞，Latin，Latin， 古典舞，古典舞，古典舞。啊！跟他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要合作的是著名舞者李想。还有一个，还是他，这个啊，对，来来来，凯哥，你救我，没事没事，你救我，民族舞，跟他合作的是著名民族舞者李德格锦。啊，我同学是吗？接下来要进行抽签。